主席、各位同仁，本席以及蒋乃馨等19人，有鉴于国家教育研究院虽于今年3月正式挂牌运作，但由于年度预算已经执行中，其现有的规模架构显系由原来的国立编译馆、国立教育资料馆以及国家教育研究院3个单位拼凑而成，其资源条件、人员专业是否足以适应该院融合转型成为国家教育智库功能发挥之所需，不无疑虑。鉴于建制教育资源的网络中心乃该院是否得以发挥智库功能的关键条件，难遍查其处规程，却无建制资讯单位之规划，原提案予请教育主管机关应逐年增列该院的年度预算，充实其需用的员额硬体，并积极建设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教育资讯平台，为落实国家成立教育智库之法意，是否有当，敬请公决。